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婷婷，很高兴呢，这次我们又可以入围新加坡的金曲奖。然后其实新加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是获得有关于音乐的奖项，就是在新加坡的金曲奖上获得的。那也是 MP 第一次得到一个非常实质的肯定，所以说这次相隔一年可以再入围，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到新加坡总共有三次，然后每一次不管是在机场或者在表演的地方，我都看到有越来越多不同的面孔，然后新的人，然后来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做出更好听的音乐，然后给那个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，然后也希望这次我们又可以再次去新加坡参加金曲奖跟大家见面，谢谢你。好，我是 MP 魔幻力量主唱嘎嘎，这次呢我们又再次受到这个新加坡金曲奖的肯定，再次入围，我们非常开心。在这边呢，希望大家赶快拿起你的手机，安全去支持 MP 魔幻力量，我们将会再去新加坡开演唱会唱给大家。Yeah，Hello， 我是 MP 魔幻力量的贝斯凯凯，很开心又入围新加坡金曲奖喽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算是感动，因为其实每一年到新加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最期待就是你们赶快就是帮我们投票，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金曲奖上面获得不错的成绩，这样子。谢谢你们。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MP 魔幻力量 DJ 姑姑。谢谢大家这次对成名在望演唱会的支持，那我们也会继续做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。那么这个金曲奖的投票已经开始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去支持我们 MP 魔幻力量，好吗？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 MP 魔幻力量的吉他手雷宝。很感谢就是成名在望的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也很开心我们再次入围新加坡的金曲奖。这就是希望以后的每一年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再去新加坡表演给大家看。Hello， 我是 MP 魔幻力量的鼓手阿翔，然后成名在望，在新加坡站呢，其实非常的成功，然后也感受到新加坡歌迷的热情。那也谢谢许多媒体帮我们大力的支持，这样。那回来得知 MP 又入围第二次的新加坡的金曲奖，真的非常开心，因为其实第一次呢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新人奖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投票来支持 MP， 然后让我们可以赶快到新加坡，我希望可以非常快到新加坡跟你们见面。最重要的是，第十七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投票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喽！9月19号到10月3号，欢迎发简讯到 SHAG6472346，投下你的一票，为我们加油！希望很快可以到新加坡跟你们见面，谢谢。